甲拜托，大会员议员小同无咧分区域，安尼甲斗帮忙，所以这个议员咱无得罪。啊，但是为着伊，我唔是爱去走一转，安尼遐远赶落来，嘿，啊，所以因为伊是阮的小妹，我希望咱所有的乡亲拜托的，甲阮继续爱护，好唔好？好唔好啊？来演是一个吼，足专业、足认真、足打拼，会使讲是一个全职的艺人吼。我想咱大家对待艺人吼，啊，伊的认识，在座的一定听阿文句啊吼，啊，这个啊了解。阿摩托拄到山，就像你甲我的感情，甲咱好的意愿，咱共同来打拼，建好咱溪北同好的城市。大新营地区，啊，今仔看到真多咱大新营地区有水准的乡亲士大，带着咱的囡仔来参加这音乐晚会，非常欢喜。晚会，晚会，八年啊，被你的表演让人检验啊，所以呢，真的比较好。拜托大家，我们继续欣赏美丽的音乐，但是不要忘记哦，要支持我们心目中最好的人选赖慧媛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感谢我甲伟泽、黄伟泽，真感谢小赖姐，互相甲我当作是真好的朋友啦吼。希望带来哦，那大新营地区更好的文化、更好的历史文化，然后更好的产业、更好的未来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赖慧媛议员呢，啊，可以说长期投入我们艺文的一些活动。那一定唔盲讲吼，啊，咱台南咱加这一个文化首都。爱搁较侪人吼，过来关心音乐，啊，从音乐哈来带领咱的生活。带领咱会员一直为着咱的教育、咱的文化共同来打拼，听着音乐啊，揢着气球，我相信这就是最幸福的地方。我希望我自己有能力可以创造整个大新营区有更好的一个文化，有更好的一个艺术，有更好的一个公众事务的一个平台。希望你们继续督促我，让我有机会扮演一个更好的代议士。谢谢你们，你们的监督就是我最好的能量，我也继续向前走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